们在转译的时候，我们是会跟大家讲到什么？跟大家讲到它要从 DNA 然后变成 RNA， 然后再变蛋白质，对不对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 DNA 上面有遗传密码 genetic code， DNA 上面 DNA。然后呢，上面就是 DNTP 构成嘛，或者我们说核苷碱基的序列。那大家是不是已经知道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啊？为什么是三个一组？这我之前就已经讲过了。我们既然要相信遗传物质是 DNA 而不是蛋白质，你就要解释你要怎么样由 DNA 只有四个核苷碱基，蛋白质有二十种氨基酸。我有没有跟大家说答案很简单，就是排列组合的维他。你如果一个对一个就只有四种，两个对一个就有十六种，三个对一个就是四的三次方就有六十四种。这样 OK， 所以其实呢，就是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。那 DNA 上面的呢，我们就把它叫 genetic code， 啊，叫 genetic code， 我们就把它讲叫做遗传密码啊。然后接下来是会 transcript， 然后变成 mRNA， 对不对？会变成 mRNA。那 mRNA 上面三个核苷碱基一组，也是一个密码，有画歪吗？三个核苷碱基一组也是一个密码。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字变化？我们就把这个字一去掉，加上 O N， 就把它翻成这样。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 O N 结尾，我们就用哪一个字来结束？子或者是元，对不对？这边用的是子，所以这个就叫密码子，不觉得很酷吗？只是一个进程，讲过什么无道子，好像是画图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密码子，好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真正在做事的时候，真正在做事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除法？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 porter 会把一个一个的氨基酸带过来，对不对？那当他把氨基酸一个一个带过，这个 DNA 就请他走了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烧菜了，是不是已经离开藏经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走掉。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已经要这个转译了，然后是不是一个 tRNA 会过来啊？那 tRNA 也是 RNA，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这个 NTP 构成，对不对？它也是 NTP 构成，所以呢，它上面我们这样子画，我这样画一条一条线，也全都是 NTP， 可是。DNA 上面哦，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，就有好多个密码。mRNA 上面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也有很多密码。但是 tRNA 上面明明有一大堆，可是只有一个密码，大家知道吗？一个 tRNA 只有一个密码，只有这三个叫做密码，只有这三个核苷碱基一组叫做一个密码。这样大家知道哈，只有这三个核苷碱基一组叫做一个密码，所以一个 tRNA 上面只有一个密码。很怪的是，这个密码的类型竟然会决定它这边带的氨基酸是什么。氨基酸 amino acid AMINO 空一格 ACID， 有时候会简称为 AA， 有时候会写大写，有时候会写小写。好，所以呢 ，tRNA 上面只有一个密码，那这个密码是用来干嘛的？这个密码就是用来跟密码子配对，然后把相对应的氨基酸带过来。我们古时候的人就把它翻译叫做补密码，我们以前就把它翻译成补密码。因为它跟这个密码是互补的，那但是呢，现在的话，因为它英文是这个字啊 ，anti-coder， 好，所以现在就把它翻译成反密码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翻译成反密码子。它既然一样是一种 RNA， 所以它是不是也跟 DNA 一样有一个方向，有五端到三端？那氨基酸接在哪一端？对啊，三端，应该还蛮好记的吧？氨基酸、氨基酸，啊，发音不准就。就接了三段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，这个核苷碱基三个一组决定一个密码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就是四，两个就十六，三个一组就有六十四种。好，那这六十四种当中 ，AUG 是什么？甲硫氨酸，后面括号写了什么？起始密码子，对，就是从我开始转录，所以我的英文就叫 start，coding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，UAA、UAG、UGA 这个叫做终止密码子，有看见吗？终止密码子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没有决定氨基酸，因此64个密码只有61个在决定氨基酸，因为 UAA、UAG、UGA 没有决定氨基酸，这样 OK 哈、哦。